都说我儿子婚后憔悴了，那是因为我这儿媳妇啊，想稀罕我儿子的时候稀罕得要命，那个柔情似水，想打我儿子的时候大嘴巴子一个接一个那个凶悍泼辣，这一天天喜怒无常的，我儿子都快精神病了。哎，我去但我儿子依然很爱他，宠得不得了。我们婆媳关系也很好。对，现在没有肉肉。为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啊？你咋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呢？啊，你这腮帮子都能炒两盘肉了，还吃呢？就没有。有人。你礼貌吗？你别笑。看我们大郎现在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可他媳妇进入尴尬期之后是越来越磕碜了，而且你看多欠儿，嘴啥啃啥。其实这很可能啊，就是缺乏维生素了，尤其像小美这种干吃不胖还乱咬东西，就是缺乏维 D。 这个洁维氏复合多维乳化膏，一盒就补齐了日常所需的21种维生素，像平时眼屎多就补充为 A， 包括之前大郎小时候得过猫癣掉毛多就补充为 B。 而且这个是膏状的，适口性杠杠的，他俩都抢着吃，配料也简单又好喂食，一次一包就好了，猫猫狗狗都可以吃，并且现在买两盒送一盒只需要2位数，